下了是不是？好，哦，阿美来了，这边家人们，阿美来了，阿美来了。怎么说呢？阿美来了，阿美，我听到声音了，以及到公司里面来了，怎么说有点激动呢？没有，你们不要想的那么多，什么小小狼在公，已经来了，已经来了。啊！哎，去干嘛呀？你先进来，你先过来，你先过来。怎么有那么多气球啊？哦，你们这边过节还要气球的？没有，这过什么节呢？你先坐。啊、哦，直播你怎么在这里？没事，让他站在那里。啊，你在直播吗？啊。啊。对对，哇！怎么那么多气球啊？哦，今天公司有什么吗？你先坐着，你先坐着。直播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别说话。没事吧，直播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酝酿一下，酝酿一下。哎，家人们什么情况呀，家人们？哦，我怎么有8000多人啊？怎么那么多人？把怎么搞的？这事有点。主要是没有这么一搞过，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。现在，哇塞，挺好看的。哎，直播，你再让我看一下。哇，以前我在手机上看过。哎，这边放假那个过节还要这样子吗？不是过节呢。那外面怎么没有啊？不是过节。不是过节。是吧？哇，怎么桌子上都有那么多啊？地下都是。哎，来，阿美，啊，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。啊，来，你坐在我那个位置上。啊。你坐在我那个位置上。你坐在我那个位置上，没事，你坐我的位置。坐这个就行。没事没事，你坐在我那个位置上嘛。咱们。坐这干嘛？你坐在那里。怎么说呢，是不是家人们啊？怎么说？你们说，咱们应该怎么说呢？这有点……怎么了？你这……啊？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哎，阿梅。你先坐着嘛，你先坐着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手怎么在抖啊？啊！我不跟你手怎么在抖啊？不是我有点紧张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嘛？你说嘛？怎么说，家人们，你们打字在公屏上教一下我呢？什么教你？哎，啊，直播，今天什么呀？今天是不是？飞哥，今天什么情况啊？阿梅。啊。把这个花束给你。啊？把这花束给你。这么多，这么大一束花，你送我花干嘛呀？我喜欢你。什么？我喜欢你。你在说什么，王哥？真的，我喜欢你。从第一次认识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经过我们这段时间这么的相处，我想就是保护你。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？主播，你们肯定是商量好了逗我玩的。不是，逗你玩干嘛？你看这。这场景像是逗着玩的吗？怎么可能，我都看你，怎么可能？你先把花收下嘛，来，来，花我们买过来了，你就先收下嘛。你这是开玩笑的吧？
不管怎么样花我是送给你的嘛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主播什么情况？怎么可能？王菲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，你送你跟我在一起吧，行不行？我这个人甜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，甜言蜜语那些不会说。以后你做女朋友，让我保护你，让我照顾你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问你，这话怎么照顾我呢？这怎么可能，王菲哥，你别逗我了。什么？我逗你了？你来，你看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都脸红了。你搁直播间这个几个帅妹说来。他们都说让你同意呢，希望你同意来。怎么可能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要逗我玩的？是不是商量好了？王菲哥今天好奇怪呀，怎么直播？直播王菲哥今天怎么了？不可能是他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送你花了？送我花？家们，他给我，这是给我送的吗？这是不是？好像有一个节，好像以前我听说过有一个节，就是可以开玩笑，然后那个什么鱼什么人节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节？是不是骗我的？收下，不是，怎么可能？家人们，你们说一下，王菲哥刚刚给你们说了什么？王菲哥刚刚说喜欢我是真的吗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的，公屏上扣个是。我刚以为就是这边过节都是要这个样子的，这个花怎么站不稳呢？我不能收，知道吧？我都还没搞清楚呢。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啊？是不是我们？主播，是不是我们公司里面谁都有花呀？今天没有啊，别怎么可能嘛？你看我都没有啊。你肯定没有啊，你又不是女的。家人们，是不是今天谁都有花呀？是的，是吧？是老板什么向你表白？王菲哥在给我表白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，王菲哥刚刚，王菲哥，不是你脸怎么红了？你坐，你坐。不是你坐这儿吧，还是王菲哥你坐这儿？不是你。那准备家人们，咱们这算是结束了还是算没结束呢？我都是算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呀？到底什么嘛？没有。啊，怎么跟你说呢？怎么看你又……哦，我第一次见你那么紧张。不是，你一直这样子，我怎么高嘛？我怎么？这花送给你呢，就送我花。然后。那，给我买的吗？是我们公司都有还是？给我买的。哇塞！为什么要送我花？那么好看的一束花。因为我喜欢你。没谁跟你开玩笑，那么多人当着那么多人面跟你开玩笑吗？怎么可能吗？王哥哥，不会吧？你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？
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像是开玩笑的，你他家人们是不是吧？表白呢？那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都是咱们认识那么久，我对你是什么样子的？你对我特别好啊。你不要这样。啊？你就说行不行嘛？咱们愿不愿意接受嘛？那这些气球都是。我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。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啊？这有花吗？这样的是阿梅接受，是真的吗？这个花。那你们是同意了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王飞哥？是不是前两天我准备回去，你们是不是在安慰我呀？真的吗？真的是真的吗？然后呢？你是怎么想的吗？你觉得行不行吗？我有点惊讶。来，那就重新来一遍啊！重新来一遍。咱们从头到尾重新来一遍，来。来，阿梅。我喜欢你，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。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的话，但是我想以你男朋友的身份照顾你，保护你，希望你能接受我。来，等一下，我看你。真的没开玩笑吗？你为什么要开玩笑？你喜欢我？难道还不知道吗？我觉得你确实很好。我也觉得你，我也发现你对我特别好，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现在这样子，你可是我老板。你不要管那些什么老不老板的。你就说行不行嘛？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改就行了。没有，你没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的，你很好，你就是太好了，我感觉，好紧张啊。飞哥，这花我还是不要了。为什么？
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根本就不值得你这样子。你对我确实很好，我也知道你真的特别好，但是现在看到这个，我感觉我真的，我第一次有人送我花，然后我也第一次看到，就是有人给我准备。说他喜欢的听众，什么？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一个惊喜，然后第一次收到花，就特别开心。然后那算是接受了还是不接受呢？那你，那我们以后，我现在感觉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哎呸！你一直在绕话题，我说行不行嘛？不行。怎么了？因为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家里面。你家里面情况没事呀？不是，我家里面的事情我都还没解决好，而且，你这么优秀，你。不行啊！不是，你给我个理由，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是什么，你说我改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王飞哥，不是你不好，是我。你看我现在，我们两个怎么可能会适合嘛？你觉得？而且更何况我家里面都还有那个事情还没解决好。啊，你就是你。又是你看我现在在这里上班，你也是我，是我老板。哎呀，反正我们不适合，我不值得你这样子为我付出。如果是一位什么啊，我们这里上班啊什么之类的，我没有嫌弃你。如果我嫌弃你，我都不对你这样子了，不是嫌弃你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，你配不上我，配不上你之类的。抛开这些问题嘛。下我觉得还是不适合，因为我，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家里面的事情都还没有解决好。也很适合，不是，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，
就是王菲哥也不是不适合，就是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家里面的事情都还没解决好。嗯，等我想的是等那个解决好再说这些。就我想的是先把我家里面的事情解决好，不然的话我现在答应你啊或者什么，我家里面肯定到时候又会给你。哎，反正就是等我家里面那件事情解决好了再。啊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来，这是花给你的。我跟他开玩笑的啊，没有什么，我就是想跟你开玩笑一下。来，把这花送给你，拿着，我买来了。来。开玩笑的吗？对，开玩笑的。你坐着，我们聊，就聊聊天。你坐啊，没事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跟你闹着玩的。我就说了，你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把我话都不会说了。哎呀，我跟我直播间，你坐在这里，我跟他们说句话啊。